绑他们的背后。等一下，我找不到你们了，你们是往黑下面。我有点想要蹭。我还好像有人在看我哎、欸。附近好多怪声哦、喔，我的妈呀！你们给我一个坐标好不好？我很想打他，我很想打他。小心。他感觉好像知道我。哎、欸，我看到泱泱了。感觉附近有怪声。泱泱、嗯。我觉得他知道，我觉得他知道，因为跑、欸、啊，跑步会有那个脚。先收走。我现在心跳超大的。你们去找甘蔗好不好？先去找甘蔗。好，哎、欸，我在蘑菇这、欸，哎，我要蘑菇。好、啊，有找蘑菇跟甘蔗，我觉得甘蔗最主要啦。哇，他收斧头了，可惜我刚刚应该更果断一点的，是不是？直接 K 他，打爆啊！因为木斧拿在手上，他 CD 太久了，而且太明显。好像有看到一些粒子效果。可惜，没关系。有捡到吗？有八个，还有白的哦，还要拿白的。这里。反正我们甘蔗也要哦，甘蔗。小鱼，等我去砍个牛。啊，砍。空手打他算了。不要跑啊！不要跑！我现在盯上他了。呜、哦，他拿十件，有十件。这是谁啊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有点害怕。他拿十件感觉很凶。遥护陨月吧，他们，你有打到他们是不是？我没有打到他们，我就走了。好了，他们已经做十件了，我已经弱势了。怎么了？对啊，哇，他们真的有打起来、欸、哦。哎、欸，我刚刚看那个鸡不见了，我的鸡，小鸡。有可能是被打走了。有可能是被打掉了。没有，他在那边乖乖等我，等我杀他。好。但我们那个、啊、甘蔗还是最重要的。哎，声音变。为什么？哎，凭空出现一只僵尸村民哎，在白天的草原上。也太瞎趴了吧！他喜欢你啊！哇，甘蔗在边界外。哇！我这边好像也没水。所以啊，我们都还没有甘蔗哦，好可怜哦。那就蘑菇，双色蘑菇多拿一点吧。那啊！因为蘑菇汤说是金苹果的效果，所以那真的是赚翻天，很棒啊！甚至就大量的蘑菇汤，我们其实也是有很大的胜算。好的，这样反而做雏菊没有用啊，那回复效果没有蘑菇汤更好。嗯，做蘑菇反而比较好。哎、欸，都没找到白蘑菇哎、欸，我只有红蘑菇而已啊！我这边那没关系，还是可以收集。白蘑菇就那个、啊、很高的那个。对，我现在红蘑菇已经有38个了，白蘑菇只有18个。那个打蘑菇树也是可以哦，蘑菇树啊，白蘑菇树这么大一株。没有，我这边都是红蘑菇树啊。好，我旁边还有两个红蘑菇树。泱泱那边有白蘑菇树可以去打。有，但是 我旁边好像有人拿斧头砍，其实还蛮快的啦。我再找一下那个甘蔗吧，不然我们这队有点可惜，没有甘蔗。我刚附近好像有人，你看有没有那个跑步的？有合成台，那小心哦、喔！从我面前放出来的、啊，我要黑他。那你可以那个、啊、空手挥挥。那我会不会三个人都在啊？我到底被打死？没事啊，空手挥挥几下而已。还是不要好了，我去走正游。你在哪？哦，我看明条过去。哇，我觉得甘蔗我们好像没了，没忘了。因为这个时间点都没有，大家一定也是大范围的分散去找。嗯。哎、欸，我看你。人家帮我挖白蘑菇啊。好啊，我找一下。鸡，不要跑。因为这里面都是怪很多的地方，可啊！我被打！酱油！你被打？对，你用走的离开，用走的。我这边有看到粒子效果哦。嗯，有来，不要，三个吧，后退，酱油，后退。我们先走。啊！酱油，等一下，我看到有点精彩的一幕。
我自己摔下去。啊，你是自己摔哦？对啊。我觉得这边一定会聚集很多的人呐、啊，因为这里是黑橡木区。黑橡木区大家都知道，就是这里会有很多的蘑菇。哪里啊？所以等一下可以退离这里。你要小心花哦。你们身上的双色蘑菇大概有各有多少？我有13个红蘑菇，18个白蘑菇。那其实我们血这一定可以补得回来，不用担心。那、啊、要小心哦，我帮你看一下。嗯，帮我看有没有地址效果。他没有走的过来，看不到。不然你就一起挖吧。泱泱，你那边白蘑菇有多少？我这白蘑菇只有4个。4个，好。那你们等一下，我觉得就远离这片区域吧。哎、欸，有人在附近打蘑菇，这样我先停。你们要不要远离这里，然后去挖个地洞？因为现在已经8分钟了。好，好啊，那我等一下就过去找你们。白蘑菇，我这边再努力的多打几个啊。白蘑菇只有19个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再打。没事，没事。苦力怕，不要点别过去，别过去。后退！怪物隐形看得到我们吗？怪物都看得到，怪物都看得到。哎呦呦呦！我这里被打到了。那不然从这边好了。没事没事。洋洋在哪？扣一颗星而已。我现在往山上走，看没看到你？我在这里啊！你回头，回头，这里。哦，从这边好了。哎、欸，我也打到人了。是谁？为什么有欢乐赛的既视感？他想在这里，应该没。我做个工，我连打他2下。我有啊，我有。对，哇，不晓得打到谁啊！等你去多砍一点木头好了。好，我去砍。他们在打红蘑菇，哇，9分钟了。好，我先走好了。我们从负164这边下去。116。你远吗？负多少？164。164，-164。116。你来得及吗？可以，我现在要赶快先远离这里。下不去啊！是不是应该准备很多木头啊？对啊，你们没有吗？要有一定数量。你那边多少了？哇，完蛋了！我只有16个木头。原木还是那个？原木。原木的话够了，原木够了。OK。对，因为碗可以重复利用。-116是不是？哇！隐形下去吧。有金苹果，有烤鸡。我赌，先下去。嗯。哎、欸。你要不要先那个酱油？嘿，你先做一个蘑菇汤，就直接吃啦。好，你吃了我们也都会有效果。我们先，然后可以再说一下坐标吗？116怎样？-164。116-164。嗯，我先喝一个熔炉，我们烧一个木炭吧。我喝了。哎、啊，你们地表是空的还是怎样？表示我盖起来了。那你可以走上来吗？哦，我看到你们 ID。有吗？有，看到你的 ID。哎、欸，我们隔多远才会有效果、啊？全部都有效、啊，它那个设计应该全部都有效。哦，那我下去，我土不多，你买一下。哎，有一听到怪的声音，好可怕！来，赶快酱油吃起来啊！好，我要吃了，给一碗蘑菇汤。吃，我保持度满的。那给我吃，我给你吃。气，后面，这里。让我吃，我想吃。来哦，有福来了，同享酱油，哇哇！哎、欸，还会有特殊系统哎、欸，对啊，好爽哦，哇，舒服，好喝，快swing！啊，这个爽，欸、这个爽。蘑菇分给大家好了，不然你先做啊，我。你都先给我好了，先一根铜枕，然后我再平分给3个人。我都给你，等一下，这里62个红蘑菇跟18个白蘑菇。洋洋也是，我们来平分。
我的给酱油了。好、哦，我都给那巧克力啊。白蘑菇太少了，可恶。因为我刚刚有 打一点呢、啊，半组而已，半组。应该先。蘑菇倒是很多，先给你们那个巧克力，先给你两个煤炭。好好好，酱油也给你两个。那、好，谢啦。然后大家手上要有那个食斧，避免木头给你一点，马上被开箱。OK， 1、2、3、4、5。哦，好黑，啊、好暗啊！有了，重见光明啊！哎、啊，你不要给我木头，啊、我要给你。我抽太多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。啊，来加五个，加五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。又傻了、啊，这个。一人先五个在身上，对不起。这个好像是用喷的呀。然后你下面还有一碗啊，有、哎、好。太多了吧？哇，太好笑了。可以。蘑菇盛宴。嗯。我觉得这样很棒啊，就可以有一个人维持着饥饿。你懂意思吗？ Oh. 就是当我们其他人被突袭的时候，他就可以马上吃，马上帮助。马上喝这样，对，好像很不错。对啊，嗯，我们现在先要有铁跟煤炭。好的，挖一下。好暗的怪物声哎，代表有地洞啊，还不错。地洞哦，毛骨悚然的声音哦。哎呦，获得经验值。嗯，怎么了？我这边物品损坏，啊！听到物品损坏声呢，物品损坏哦，那就是我们附近有人啊。我也觉得附近，马来西亚我们都有食斧，可以站起来。只是如果有个那个啦，铁还是比较好，就有盾牌。马来西亚，我们一起上，不要怕。可是我好像没有食斧哎，我只有木头。没关系，我先给你。我是不是应该开一下那个显示对话那个？对，那个很重要。在哪里开啊？系统音效吗？在选项音乐音效下面有个显示字幕。哦，音乐音效，我开起来。开一下。谁在挖？我在挖。没有，我把这边跟酱油通起来，这样如果要作战，酱油随时可以来我们这个洞。好。你在前面挖，我从你后面挖。你可以靠左或靠右。会怎样？就留一个洞，我就可以挖后面。哦，不要扭。别来有气。哎呦！是不是杜宇？是杜宇？小香，你小香。跑掉了！那不洗白我？那不是跑掉，他是钻进去，再挖掉，都还是会有。好像往左边钻吧，好像。没关系，过了那格就没事了。臭臭！哎，有洞！有洞！哎，那你后退，你后退。那等一下，我去你们那个洞。好。不是因为现在有洞，如果下面有窟窿，我们就输了。有窟窿声音，先不要打。有，不要。那我们先挖铁出来好了啦。对，先有铁。哎呦，快挖铁！我来找你们了。不用找，我就说还没有铁，你找屁呀、啊！我想说你们要去那个洞了呀。没有，我找到铁了，我找到铁了。起！我想跟你们共同可以把上面的那个熔炉搬下来。好的。然后这里要燃烧。你刚刚那煤炭气我没有吸到，有到你那边有吗？还是？然后你们先搬下来吧，我们在下面烧。有人现在还有原木吗？有啊，我们等一下20分钟可以上去再挖一下，也可以看看状况。但是倒是你们先下到最底下吧，先下到最底下，孩子们，对，来了，下到最底下，旁边放个熔炉，我们就可以烧铁，就可以验一个盾牌。先烧个原木出来，烧个木炭出来。这边，连个那个煤炭都没有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们好穷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事。等一下，这样你放一个原木进去。哦，我放一个原木进去。然后，哦呦呦，我这边挖到煤炭。哦，这样哦，等一下你的肚子啊，随时保持挨饿的状态，好不好？你
你很饿，可以，你那个肌肉只剩五个的时候，你再跟我们讲。啊，可以，对对对对对，可以，我现在饱食度还是满的耶，都没有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的计策就是让酱油饿肚子。是。巧克力，那个铁锹先给我。有，我上来，我上来，我上来。你，那我现在超尴尬，我现在饿了。那个熔炉呢？熔炉呢？这边。OK。